我们来谈中文解压缩。在我们系统里面，你要执行压缩跟解压缩是非常方便的。举个例子，我们要把某一个资料夹压起来，你直接选择压缩，选择你希望的，比方说我们常用的是 zip 档，好，直接建立压缩，这样就很容易建立起来了。那大家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在说，如果我在别的商业系统拿过来的 zip 档，只有 zip 档会发生这个状况，就是它的中文我们解压缩之后会变乱嘛。例如假设我这边有一个练习题，我拿下来的，如果你直接在此解压缩，那你会看到这个档名是乱码，那原因是商业软体下它还在用 Big Five 编码，那我们在解压缩时会出问题，那怎么办？请你在按右键之后选择命令稿，有一个中文解压缩，选择中文解压缩，这个时候解出来的就会是一个正确的中文的档名。好，所以我们多做了这一个中文解压缩的一个程式，啊，一个算是一个指令聚集，协助我们在转换商业软体过来的 zip 档的时候，你发现的一个中文档名是乱码的一个问题。